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今天是4月6日的英文新闻好连假的第三天，在昨天台湾时间的晚上，好，大概是10点多11点的时候，纽约有个大地震，好，这个地震有4.8级，也不小。我们来看一下，好，很简短的一个新闻：New York and cities on the U.S. East Coast are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 rare earthquake that swayed landmarks and cracked roads。好，那这边的主持是纽约，跟他在纽约的，因为纽约是在东岸，对不对？东岸的这边的城市呢，正在 assessing，好，只是现在进行时，因为这个新闻发的时候，当时还正在评估。好，assess 就是评估那个 impact，就是这个冲击它的影响。好，什么冲击的影响呢？A rare earthquake。好，杰西学生昨天在他在住费城，然后他大概10点多11点的时候，晚上，我昨天晚上10点多11点发简讯给杰西说，哇，他们那边也大地震了。好，那他上课上到一半，他早上的课上到一半的时候在摇，他说这是他去美国第一次感受到，所以是 rare 非常少的。好，这个地震后面是一个形容词子句，that 就是这个地震，sway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好，sway 就是摇晃，有没有可以看到那个画面？这个是 the Statue of Liberty，好，那个自由女神的雕像，好，就是它的 landmarks 正在那边摇晃。好，crack roads 是台湾也蛮多地方的，在地震过后，那个地面就裂开这样子。好，就很简单的看一下这边。那我们看看它这个震度，哈，magnitude 前两天有讲过是 4.8，是4.8级。好，是在当地早上10点23分的时间，它那个地方大概跟台湾，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差大概12个小时，但现在有那个 daylight saving time，所以可能再差一点点，可能11个小时左右。所以他们的早上10点半大概是我们的晚上，哦，10点半或11点半那个时候应该是10点半，因为我学生给我那个简讯是昨天11点的时候收到的。好，那他们就感受到这个震动这样子，然后东西，然后有一些墙裂开。但是我今天看新闻，早上的新闻的时候，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太大的灾情，哈，就是台湾的新闻当初一看的时候也是还没有灾情，所以后面还要再评估一下。好啊，分享这个跟就是很好笑，今天新闻好几个都它的开头就是每个人纽约早上第一个大家碰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Did you feel it？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个地震这样子？好，然后 Jimmy Fallon 是一个脱口秀，接下来蛮喜欢看的脱口秀的主持人，他都有一个叫做 Thank you note。就是在台湾的话，我们比较不会这样做。在国外，比方说人家送你东西，或去你去人家家里参加派对，或怎么样，比方阿嬷寄一个生日礼物给你，就会写给他一个感谢函，那种 thank you note。然后每一节目、每一集、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天会写。然后昨天写的就是这个 thank you Earth for switching your setting this morning from silent to vibrant，好，蛮好笑，就是外国人的幽默。感谢你，地球，就是我们地球嘛。好，为什么谢呢？For 是原因，介系词后面加动名词。好，switch 是转，好，调整的意思。把你的那个 setting 就是设定，我们手机设定，对不对？好，把它今天早上把它从这个静音 silent 调成震动 vibrate，好，还蛮好笑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今天要出门了，今天就很简短的新闻，祝大家连假愉快。最后一天要准，明天是最后一天准备收心了。然后呢，大家都平安健康。好，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拜拜。